如果有些人我们终其一生都改变不了，那我们到底是该坚守还是该放手？随我修行，会有蝴蝶。公子少司命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仙非仙，狐非狐。为师可以帮你出手，不想成为一个杀毒的恶士。你我师徒二人的情分到此为止。曾经拥有，你知道失去才是最痛的，痛到我整颗心都要裂开。会难过吗？